是慈悲造就生命之美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在密宗里头，大家都知道西藏密宗里头，第一个你先非得把菩提道次第学好不可，叫菩提道次第。我刚才讲的就是密宗的三要道。处理世间，远离生死苦，大慈悲心，般若智慧，就这三心呢都具足了，成就菩提心。这不是你100万年、200万年、1000万年、2000万年所能够成就得到的，说的容易，做起来非常之难呢。因此啊，在《璎珞经》里头讲，有六种种相。就刚才我们讲这个。宝焰花光竺海神，他得到了正得了出生宝种性，宝种性啊，宝种性有六种，一个是性，性的兴奋，永远不变，自分永远不改。这是原来没人人本具的，就佛种性，佛种性。这佛种性我们失掉了，失掉了。就是在我们的本觉的字里头迷了，迷了就成为不觉了，不觉了，不觉了又开始能够有殊胜因缘，遇到佛法了，遇到佛法了。开始觉，这叫实觉。实觉了，就是我们从不明白生死是怎么回事，开始明白了。这就是我们四众弟子皈依佛法僧三宝，开始，这叫实觉。实觉是不够的，从实觉、不觉到实觉，实觉完了就产生了一个相似觉，相似觉并没有觉悟，但是相似觉悟，这就是在佛教的教义讲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就是三实心，三十个心。这是开始识觉，并经过学佛，学佛，佛呢就是觉悟的觉。为什么要学呢？我们本具的，人人都有佛像，人人都可以成佛，但是你迷了，迷了就经过你要学，学了之后，你才能又恢复你的本觉。从这儿产生一什么呢？叫习种性。习种性，习种性就先修修空观。空观，从实信外修一个信心，要10000大劫，一位一位的。现在咱们这个信呐，
不到位，信不到位，只是心要信。什么样才有算是有信心的呢？有信心的，他知道这个思念的不对，马上就能断到。念头不对，觉得念起，一起心动念的念起，能够把它止住。要是善，让它增长；要是恶，马上就止住，止心不起，觉念不对。但是这个必须得经过修习，对，修行实信满心了，信到位了，这个、还在凡夫，还在凡夫位。像刚才说一万大劫修成功了，这叫入了初住，是有入位的菩萨，有了位了，初住菩萨。初住菩萨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，这个发菩提心跟现在咱们这个发菩提心那是两回事了。他真正的相似见了真理了，就是相信自己是佛，他肯定了。因为这个初住的叫发心住，他发这个心，他就住在他这个发心上头。为什么叫住呢？叫住在发心上的，住在菩提心上的。初入在一住一住到十住，初住二住三住四住到十住，这个中间时间经过相当长了。这总给他说啊，这是保种性，叫什么种性呢？叫习种性，熏习修行。习种性，他能破他什么迷惑呢？见着什么他都认得是无常的、空的。因为修习修行当中成了种性了，成了种性了，叫习种性。这个时候他研究空观，观一切法都是空的，就成就了，对你的身见破了，破了见惑，破了思惑。华严经的初住的菩萨跟那阿罗汉是相等的，实住的菩萨跟断了见思惑、断惑是相等的，叫习种性。咱们讲讲大乘起行论的时候叫熏习修，加什么熏习呢？加佛，佛的教导的法，他不离开法，不离开善友，有大众生，叫熏习，互相熏习，这叫熏习修，这叫习种性。我专解释保种性的六种种性啊，第二种种性叫性种性，它地位就高了。十住满了，有十性的菩萨，他这个是研究这个自己本具的。本具就是我们经常说众生佛，将我们现在自己的心，众生的心、佛心跟我们现在的心，三心无差别，众生本具，佛是修成了的了，因为迷了之后又修成了。咱们现在的心是两种，两种。现在我们休息，相信我们自己是佛，但是你还得熏习修啊，你不修就不行了，你不修它不能显现呢。要性种性，他正知了，正知了自己的本性是真空的，正得这真空的理了，但是不住于空，
不住于空。这不住于空的意思呢，就是他分别住法化度众生。那所以跟二乘人不同，罗汉他住在一个空，他不去化度众生，他只能破了见思惑。不到实行的菩萨，只是华严经的啊，华严经的实行菩萨，不是一般的那个大乘啊，跟那个大乘分了一种的初步的刚入门的，那全程的菩萨，跟这实际的证得理了，证得真性的体性了，这个菩萨就证得本性真空之理了，他又不住于空，他能分别一些住法，如何是眼，如何是见，如何符合于菩提道的，如何不符于菩提道的，他把这个就化度众生，叫性种性。性种性专指空里说，这两种了。第三种叫道种性，道种性，这就是实相实回向的菩萨了，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。他在哪个位子，登到哪个位了，哪个位的不同，他悟得的情况不同，这叫道种性。道种性就是实回向的菩萨，他修中道的妙观，既不足于空，也不足于有，持有落于凡夫之见，持空落于二乘之见，他行的是中道观，这叫菩提道了。他所做的都是菩提道，叫道种性，专门利益众生，利益众生。第四种呢，叫圣种性，圣是圣人那个圣，这是登了初地的菩萨了，登的菩萨。前头的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叫三贤菩萨，三贤位的菩萨是贤位，跟凡夫二乘不同了。现在登了地了，圣种性，欢喜地，他亲自证得了，证得什么呢？证得佛所成道那个菩提道的真理，证得。实地啊，是一位一位证，一位一位证，所以叫他圣种性。他修的观行呢，是中道，中道，真正的菩提道。即不于持于空，也不持于有。咱凡夫断肠二见，不是断了没有了，断见，我长了常见。我们很少想到我会死亡的，有病就去治疗，怕死。怕死的决定得死，是不怕的该不死了，不怕的也得死。不过他在这个死啊得解脱了，他知这是分段，这一段了了又来一段吧。但这就是苦啊，就分段苦啊。他不持于有，不落于凡夫，不持于空，不落于二乘。他把那个空变成真空，把有修道以道理变成的是妙有，真空是不空的，不空什么不空的，众生空不了，要度众生，那众生就是有了，这个有非有，知道众生是幻化的，这有非有，非有就是妙有。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，在这登地的菩萨，有圣种性的菩萨，他前头是三贤位的，他入了圣地了，证了一份法身，跟佛相等了。